24世界少棒联盟亚太区棒球锦标赛在菲律宾举行，由台中市中山国中组成的中华刺青少棒队以7-0击败香港蜂王，取得前进美国参加世界大赛的门票。每一位球员都是我心目中的 MVP， 那大家表现得都很卖力，那当然我们回去台湾之后会更加的努力，然后到美国拿到更好的成绩。每一场都以极大的分数差距赢得对方，我非常肯定球员的表现以及我们教练的全力的一个指导，也谢谢在地的台商们跟我们的驻菲大使他们的给我们全力的协助，让我们可以呢圆这个梦前进美国。这场比赛中华队进攻流畅，第三局开始接连得分，投手邱志恒表现优异，上演玩投玩疯，香港队直到第七局才有打者上垒。全垒打就平常心啊，因为每场都平常心下去打，当投手就正常丢也是平常心啊，按照教练的指示下去走，然后就会获得好的成绩啊。看见他们全力以赴啊，最后勇夺冠军啊，我个人真的非常的感动。中华队此役告捷，教育部长蒋伟宁也在第一时间捎来贺电。中华青棒和刺青少棒接连夺冠，两队将一同携手挺进世界大赛。